赞的民宿，哇，还可以看到江景。又生气了，哎，灯都暗了，现在很迟了，还行吧。两个房间很可爱，太好看。我们进卧室这儿，真好看。排队去八一号直接看一下有什么美食，你可以给我一份小份的吗？金丝和鸡柳，天哪，热量爆炸了，排长队才买到的酸辣粉，好辣好辣，份巧克力的，好的，好吃吗？我买了一层，上面是黑米，下面是桂花。很清淡，不会太腻。我是我们装钵钵鸡的。这个蛋绝对很好吃。好的，吃遍小吃街，我是无法做到太油腻，而且很宽广。大家重庆去哪里都可以吃到美食。我刚才坐完轻轨，走了十分钟的上坡路，现在又要重新下去，超近的结果。地方，结果我们要绕超远超远的路，在重庆这个山城绝对不能看见地图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们要坐索道，要排多长的队伍？坐索道还不是你想坐就能坐。现在是4点，然后我们排号是3179，然后5:18才能进去，才能开始排队，开始排队。第二口蘸酱，然后
是我播吗？是拜过师了吧？好吃吗？好。来来来，现场导游又来了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正在前往渣滓动物园。上次来渣滓。渣滓。确定？对。查过了。嗯。渣滓动物是重庆渣滓动物园近郊外的一个小绵羊。因渣多美少而因此得名。渣多美少，渣多，对，渣多美少，什么意思？